欸，我们到底要不要准备第三季呢？其实老实讲，这种事情哪里是台北市政府要处理，应当是卫福部底下的国卫院，然后什么这种那种幕僚机关去想说，到底台湾要不要超前部署新冠肺炎病毒啊？到现在为止，你知道要期望说它完全从地球上消失哦，这不切实际。现在哈，不管是7月26还是几号的哈，要解封，我觉得啦哈，还是就是每天放一点，慢慢观察，绝对不要幻想说哦，7月26号哦，大家脱下口罩啊，从此就什么欢唱，不准。市长之前曾说，地方政府买疫苗会比民间企业来的困难，也曾主张疫苗应该由中央统筹。如今态度转变，请问转折点是什么？是否与郭台铭声量大跃升有关，或是有鉴于中央政府不确疫苗不政策不确定性太高，才会抛出自购疫苗的想法吗？第一点哦，这个买疫苗还是要几十亿的预算哦，其实只是台北市市民使用哦。那一开始我们今年度也没有编预算的哈，就算二倍金钱也不够，所以在争，是让我们一开始有去问一些管道，你知道，但是发现这个还是一个蛮复杂的东西。另外一点是这样的哦，这买疫苗好像也不是只有理论上哦，应该是商业行为嘛哈，就是我们出价多少，然后那些国际药厂哦要卖多少给我们，但是看到今天的，你知道哦。我们还是无法理解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台湾会买不到疫苗？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台湾主要的疫苗都不是买的嘛，还是人家送的嘛。那所以我认为第一季、第二季，你知道哈，在现阶段应该还是由中央政府处理的。只是说我们在，因为现在其他先进国家都在考虑说要不要再买第三季。还有一点呢哈，因为这疫苗是全新的。到底打下去有效期间多久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变种病毒继续演化，你知道到底现在的疫苗有效的程度会到什么程度，这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打两剂以后，你知道如果它的疫苗保护效果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这个一打下去终身有效，也许一两年就没效一个情形。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有新的变种病毒出来，那它变成那保护效力很差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在就基于科学上的理由，你在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准备第三季呢？因为这个现在开始编明年的预算，你知道，所以那天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是在内部在讨论说，我们自己要不要准备打第三季疫苗的钱，然后我大概就是这样。市长抛出北市自购第三剂疫苗的规划，请问市长偏好 mRNA 的原因是什么？有倾向购买哪个疫苗的厂牌吗？可能循鸿海或台积电的模式，甚或透过双城论坛找上海复星吗？六月底曾传出探寻过盛虹医药公司采购 BNT， 当时的说法语带保留，现在有无可能透过这样的管道来进行采购呢？第一点哦，mRNA 的疫苗的好处是说它只要在基因序列 mRNA 的如果新种病毒出来，它就改换那个基因序列，你知道应该可以比较容易贴近那个病毒演化的新的那个病毒了，所以就科学上来讲，应该我觉得用 mRNA 比较容易，英文叫 update， 比较容易追上当时演化的那种。可以比较应付说当前我们要应付哪一支病毒了，应该是这样，应该这样处理。所以说买疫苗这件事情因为也是在明年的事情嘛那这种东西其实这也是到底我们要不要做。其实老实讲，这种事情哪里是台北市政府要处理，应该是卫福部底下的国卫院，然后什么这种那种幕僚机关去想说，到底台湾要不要超前部署去部署第三剂疫苗，那到底要准备多少钱？这个真的是在科学上超前部署要去准备的东西。联合提问，陈时中部长说降级以下不以清零为目标，柯市长认同吗？北市目前还有隐形的传播链，到时候要怎么防堵？中央若7月26号解封，北市也会全面跟进吗？新冠肺炎病毒到现在为止，你知道要期望说它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不切实际。
所以现在的方法是说，我们要如何以一个最低的成本哦，与病毒共存呢、啊？哦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出现新常态这个名词？这新常态意思其实就是与疫情共存。那么台北市目前看起来是有很多隐形的传播链，那没有错。但还有一点是这样的、啊，既然全世界都已经有这个病毒，特别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哦，现在印度变种病毒是主流的病毒。我们这次在万华的这个病毒还是英国变种病毒，这个还比较好防毒。如果是印度变种病毒，它的传播力更高，你知道哈，致病力更强，那还相当困难。所以，另外一点是这样的哦，欧盟已经开始使用疫苗护照，也就是说打满两剂哈国际认证的疫苗，超过十四天，它就可以自由的出入欧盟。我也不认为说台湾可以永远采用一个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标准了，所以将来再过也许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哈，凡是从外国人呢、啊、哈，他有疫苗护照，他就有证明说他有打满两剂国际认证的疫苗，超过十四天的要进入台湾，我们不太可能再把这些人说一定要隔离十四天的，还要做好几次的这种筛检，我想这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世界还是有世界的标准，所以也就是说从此你知道哈。这个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那所以怎么办？按照一个比较逻辑的处理，应该就是全民打疫苗嘛，哈，哦，达到群体免疫效果，然后边境也就解封了，哦，啊，整个社会比较正常运作。我想这个大概在台湾，如果有一天疫苗普遍施打以后，应该还是会这样做的。那所以。在还没达到这之前，你知道，我说还没达到这个群体免疫之前，你知道，我们也不可能一直维持三级管制来，因为这个经济还是受不了。我想哦，因为是我其实我非常清楚的哈，这已经管制两个月到这里，你知道，再下去大概经济会出问题的，哦，整个失业啊什么都会跑出来，所以不可能一直管制下去。啊，但是哈。在疫苗没有普遍施打的状态下，再一放开，你知道哦，从英国的例子、荷兰的例子、哦，东京、首尔、新加坡的例子，都会飙回去。所以现在哈，不管是7月26还是几号的哈，要解封，我觉得啦哈，还是就是每天放一点，放一点，慢慢观察。啊，不管怎么样啦哈，聚餐一定是摆最后，这没办法，因为这是最危险的。那所以也许哦，图书馆晃，哦，美术馆晃，哦，这种哦，艺文活动这样就不吃饭的哦，就每天晃一点，晃一点。那我们随时保持密切观察。所以结论就是哦，且战且走的哈，绝对不要幻想说哦，7月26号哦，大家脱下口罩哦，从此去什么欢唱，不可能。哦，从现在开始一定是每天晃一点，晃一点，那很密切的观察。那最后还是期望哦。疫苗打两剂，哦，尽早打完成，哦，达到群体免疫。